牛。你是不是被完美测验给迷住了？你要脸不要脸啊？要什么脸啊？我大早上脸都没洗，要什么脸啊？你要不是被我完美测验迷住，你站这儿干嘛呆若木鸡的看着我？谁呆若木鸡的看你了？我是进来看见你在睡觉，我怕你着凉了，我好心给你盖毯子。我哪知道我走到这儿，我就不小心把这个电话给碰倒了。我碰倒了，我不是怕吵着你吗？我跟你解释得着吗？你昨天晚上没回去啊？回去干嘛呀？这儿这么多事儿。你也不要太担心，我觉得我们一定能想到办法的。你看我现在像是担心的样子吗？啊？我当然知道一定会想到办法的。对吧，兄弟？哎，走，回屋吃早点去。